性直播。曾千荣说：“大家假爸爸哎，我在等待 ING 当中啊。”我们的廖美英说：“也正在等待呢，BB 上线，对不对？你们都怎么叫他？都叫 B，是叫 Bibo，Bibo，还是叫 BB，还是叫阿 B，还是叫阿 BB？” 还是叫什么呢？你们都怎么叫他？就叫 BB 呀、哦？你们叫 BB 吗？还是叫阿 BB？还是 BBO？是 B 宝啊？你们是怎么叫的啊？你们要看直播吗？我们现在直播已经开始了耶！待会儿他马上就会开门进来。来，各位，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现在立刻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快一点，快一点！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我们正在直播，你们看着这个直播呢，现在没有人，可是等一下门就打开了。陈一柔说：“好怀念光宇的声音哦，一柔。”Michelle，你第一次进来，对不对？你是 BB 粉。你们在看直播吗？哇呼！有没有在看到直播？镜头在这里。对啊，你有看到吗？哎，我可以看到画可以面吗？也可以看到画面吗？各位，赶快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我们最帅的，超帅超帅！对他，那他的那个麦克风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可以啊？那我可以做这样吗？你可以吗？好，没有，因为他习惯麦克风，因为镜头在这，不然你麦克风你调一下那个，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吗？可以，超帅的，没有没有，今天。他来了，毕书尽。他来就有最好的事，最好的故事。Bibi，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真的，真的，你好吗？好啊，好啊，真的吗？是，很忙吗？还可以啦，没有，没有到，是不是忙着谈恋爱？没有。突然我就问了一个叮咚。大家都很关心你，是是，非常的关心你，关心你的健康。关心你的工作，关心你的生活，无所不关心。可是你的 B 太太很多，我问一个直接问题：你担不担心有一天你谈恋爱，你不想跟大家谈，因为怕大家伤心？你会不会有这种心态？没有，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像感情方面的，对，就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对对对，我反正该有的就有，是啊，该来的就会来。哥哥以前就讲过啊，就是哥哥也是，哥哥也是人啊，要谈恋爱，啊、要结婚，也是啊，对不对？可是你会像刘德华那种吗？我都是到成熟了，然后什么一切都好了，我才会跟大家说。Maybe 就是我，比如说身边的人，不想要怎样，就我就会，你就尊重他，对，就尊重他，这是你谈恋爱的态度，是，就是你如果不愿意说，那我们就不要表达，对不对？今天毕书尽已经来了，你们都看到了，对不对？看到了，开不开心？哇，现在大家开心，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今天毕书尽来到夜光家族在做直播，飞碟夜光家族，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今天看直播的呢，我们哦。还要送礼物哦！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哦，老板娘，你这里用餐环境不赖哦。哇，他说画面，卫生管理平和的标画。他说画面不见了吗？有吗？应该还在吧？你们看，画面还在吗？你看一下直播，画面还在，光线还可以吗？没错啦，现在光线还可以。为提升饮食安全，政府积极推动餐饮分级平和，打造新北市成为安心外食城市。你有吃饭吗？有啊有啊。真的吗？每次都很担心你，就是这时候来上节目的时候，可能都没办法吃。有有有。上一次有一次是
也是正好就是利用中间，然后出去赶快吃一点东西再进来。还好，还好啊。OK， 很忙，对不对？还好，还好。那这次的那个工作，因为我知道有那个演唱。是演唱会，演唱会对不对？那天待会要说哦。好，好。哦、演唱，会唱多少？是新歌还是旧歌都会唱？会都会。那应该是会都有新歌，对，多的新歌，对，多的新歌，还有一些啊、唱别人的歌，唱别人的也有，跟之前的啊、模式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所以是很。有点像是真正的演唱会咯，是，是，对不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严格吧，应该是来，应该是说不太那么严格，不太那么的啊、正式，不是那么正式，但是其实唱的歌很多，是，是，对不对？很多，就是有一点像是很亲近、很 close 是那种感觉，这样、嗯，那这样很棒啊！就是大家就，所以说尽量是把演唱会弄成像 live house 这样，像 live house 这样子 ，OK。这次演唱会，这个你准备要唱多少首歌？嗯，超过30吧，好像。哇，30首歌迷都知道吗？大家都知道，这次你要准备30首歌。没有，待会来说。30首歌，哎，哇，30首歌很多哎，那已经是一个演唱会的曲目的量，对不对？会特别会有特别来宾吗？还是？嗯，现在目前还公司还在讨论，还在讨论。对对对，毕竟我不能自己决定。哦。可是你现在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吗？就是会跟他提出说你的想法，你的专辑、演唱会，或者一些像专辑里的一些照片。嗯，对，就是就尽量出意见。就尽量出意见，就是反正有想到什么、想法这样。那你这张专辑出来，你比较跟之前的专辑，你会说这张专辑是一个什么样的专辑呢？因为我知道你创作非常多，嗯，比较其实就是很多正面，想要正面的，对，想要更，当然每张专辑都想要，写出一个不一样。或者更好的音乐给大家。嗯，那这张专辑其实因为老板给我很多很多的空间，所以我跟佑琪或者是自己的创作都觉得还蛮多放感情跟自己的想法。OK， 来，我们准备喽，来，好。你们有在偷听我跟毕书尽？比比的讲话对不对？30首，有人很担心，说是3场各10首歌，总共30首。哦，有人笑了，怎么可能？我有这么？怎么可能？我有这么弱吗？啊，我有这么坏吗？对啊，怎么可能？一场上10首，3场就30首，要唱的就是一场就是30首，对不对？当然。夜光家族夜里发光的。夜光家族，各位，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光宇正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跟大家一起分享毕书尽的直播。各位有没有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现在立刻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是不是毕书尽，看看他的标志。各位可以在上面呢，就是尽情的留言，因为我们要在上面告诉大家。要从这里面呢，因为现在是首播直播，是今天晚上12点又有重播哦。我们呢要把首播跟重播里面呢有留言的人呢，我们要抽出来，有5位幸运朋友。5位，好的。你刚刚是不是签名了？有写了，有对不对？海报对不对？热腾腾的，是不是？是哇，限量的，这么好，会抽出来。再来呢，我们待会儿也要 call in。好，我们待会儿要请大家可以 call in。好的。然后呢，就是各位你们可以看可以听到这个今天才刚刚发行的专辑，刚刚已经好几个人跟我说这张专辑好好听哦，谢谢，我今天已经 repeat 一直听，谢谢，非常好听。你知道你的魅力无法挡到什么程度呢？爸爸都不要了哈，连爸爸都不要了。你来听一个小朋友，他才10岁，10岁，他就因为我听到，我告诉他说："哎，各位毕太太们，这个毕书尽要来上节目了。"
他第一个就说：“毕太太在这里，请问你几岁？”“十岁。”你要不要听一下？张小新，嗯，礼拜五的夜光家族有毕书尽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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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激动哦，真的，嗯，真的，嗯，我有听错吗？没有，我有听错吗？没有，是本人去吗？嗯，对，他会接电话吗？他会接电话，你干嘛？你想要干嘛啦？你好烦哦，在韩国欧巴，是你的欧巴吗？你知道他爸爸还是妈妈是韩国人吗？真的，你知道是谁？你有多喜欢毕书尽？喜欢到更喜欢爸爸，更喜欢爸爸。好好了解，好。他说比爸爸还更喜欢的意思。你好坏哦，你真的好坏，你让那小孩子。他叫做永兴，永兴，永兴，十岁的永兴，对 ，OK， 永兴，永兴，感谢你，然后永兴的爸爸，我爱你，把爸爸赶快拉进来，是不是？我爱你，我爱你，来，毕书尽，他这次专辑出来了，大家都在期待中。得到什么东西？失去什么东西？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少了点空气，带来什么东西，又带着什么东西，好像变成了蝴蝶，好像变成了蝴蝶，飞翔不顾一切，不顾一切的飞翔， Butterfly。唱了。毕书尽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现在正在直播中，他现在开口唱了，各位戴起耳机仔细听这首歌曲。多了面具少了点真心，真心得了什么东西，失去什么东西，赚到了，各位多了关爱少了点刺激，带来什么东西，又带着什么东西，好像变成了蝴蝶，就算失去一切。别再眷恋地球上的尘埃， My butterfly, you butterfly, 去更远的未来，去更遥远的未来，去更远的未来，去更远的未来。You better fly, you better fly. 别再眷恋地球上的尘埃。You better fly, better fly, 去更远的未来。我鸡皮疙瘩起。Fly.
各位，最后一句我让他唱现场，没有跟着 CD。我必须要说，我刚刚整首过程我都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谢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都有看直播，知道毕书尽他离麦克风有多远。可是当你开口开麦开始唱的时候呢，你的声音一定位之后，吓死了，音浪太强啊！没有没有没有。而且我要说，哥帮我开了一半，你知道吗？我去看你演唱会，我也觉得非常感动的这个地方，因为那天你的状态也非常好，是不只是 vocal 人的状态。八块肌的状态，四块肌通通都好。你今天的状态真好，刚刚很多人都发现了，说在那个 APP 上面他就说毕书尽的皮肤真好，毕书尽今天眼睛很亮，很有精神。毕书尽的歌声怎么那么棒？因为他们立刻戴起眼镜，戴起耳机。各位，你们刚刚如果戴起耳机，你们真的等一下都要戴起耳机，因为我发现你的声音，毕书尽的声音很特殊，就是说你可以很男孩，可是你又可以很男人，是。然后你的声音其实是有颗粒的，但是你那个颗粒呢又可以很young的，因为有些人颗粒会显老，但是你的颗粒是属于年轻的，所以你唱歌的范围，你的 range 可以很宽。那再加上呢，你的音域 range 也可以很宽，所以你好像唱各类的歌款，快歌、慢歌、摇滚、抒情，或者是 R&B， 或者是带一点 folk， 就是有点轻松的 folk， 都可以，就是好像你的限制性比较少。我这样讲，你同不同意？我虽然是赞美，但是我是讲出理由，是不是？荣幸哦，荣幸吗？其实像 R&B 或 folk 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多的尝试过，对，所以其实试一下，是自己也蛮爱这些音乐。你一定有爱的，但是因为可能公司的想法，或者说你或者是最近的方向，对对，这个专辑的态度跟方向是往这个方向。而且你这次的声音状态真的很好哎、欸，我戴起耳机来，我这样听真的很好哎、欸。谢谢。为什么？你是不是睡觉睡够？因为刚刚、啊、有你有没有吃饱啊？你有没有睡饱？刚刚很多人在问。所以睡够，然后吃饱，是，所以就精神很好。对，还蛮好的，真的。哇，大家都非常期待。刚刚有人在问说，到底是要抽奖，抽这个签名海报，这是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上面抽吗？对，没有错，在上面抽。对，但是你们留言在 APP 上让我看到也很好，我的两边我都会看。所以当然我们是以那边为主，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对不对？各位赶快给他按赞啊！非常好，我们上面有说，哎，给夜光家族粉丝团按赞，给这篇文章按赞，然后呢，也要就是把它公开分享，然后 tag 两位朋友，我们希望更多人看到今天才刚刚发行专辑的毕书尽这段直播的这个访问，连91岁的陈孝志阿嬷说我在看直播，谢谢。你要不要为91岁看直播？哎，谢谢，是不是很跟得上时代？Sunny 说超好听的，曾丽云我也看到你们了，还有呢 Chen Yiling， 这张专辑要推出前，请问你跟以前的专辑准备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会不会觉得哇，我对这张的期待感又更高？会不会一次比一次更高这样？我觉得专辑都一定。当然每一张新的专辑带着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就其实人的部分，人的部分也许就是会给大家一些，像比如说最近最常听到就是看起来很累啊，对，或者有没有吃饭啊，变瘦啦，或者是心情好一点，不要担心那么多，不要压力那么大，对。但其实我觉得人的部分最难控制，但是我觉得音乐作品来讲，或者是唱现场，是我要带给大家更好的东西，更好听的，更有正面想法的一些歌，所以其实这张专辑自己写了很多，然后也像刚刚的 Butterfly 就是你是完全我自己写，对对，就是你参与的这张专辑的创作的量很多，是都表达了不同状态的你，像下面这首歌我也很爱，切心，哎，大家要不要戴起耳机来啊？这首歌听现场大家会很嗨啊！孝志阿嬷说：“毕书尽你好帅。”谢谢。
91岁阿嬷说，毕书尽好帅哦。你们分享公开分享按赞都完成了吗？是什么不见了，我疯狂寻找，是什么弄丢了，你装作不知道，戴耳机，是什么消失了，再不会心跳。 And now it's over，我这边要还没背景。擦肩，直到你说了再见，难道就不会再见？还是你就算再也不见？幸福的字眼，痛的刺眼，我们背对背，我面对面，该怎么誓言？心碎变成了风铃撕碎，让我们一夜下坠，你花朵带来玻璃也粉碎。我想恨你，也很想你，却不想你。You never baby 伪装天使的嘴，世界的心没人陪。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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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never baby 来自天堂的鬼，完美的被撕裂。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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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心还给我Baby, baby, 把心还给我，好不好？各位，你要不要把心还给他？不要，毕书尽的心是我们的，所以不还了。记得你说了再见，难道就不会再见？还是你就算再也不见？看镜头，幸福的字眼，拍 MV。我们背对背，我面对面，该怎么？看直播，各位。心碎变成了风铃撕碎，然后我们下坠。你话都带来，玻璃也粉碎。我想和你，也很想你，却不想你。You never pay back。找天使的嘴，心碎的没人陪。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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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never baby 来自天堂的鬼，完美的被撕裂。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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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心还给我 baby baby好好听哦，张嘉怡是不是好听？好听的请按赞，按赞爱心海，快点喷出去。合音。现场合音。各位有没有要求赞？你听得懂吗？什么叫要求赞？要求我知道，赞，要求赞，就是猪八戒的赞，就是很可恶的赞的意思。来来，我哎呦，那个我们的好，来把它放好。手机是没事没事没事吗？没事，你有包装好？有你手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不行、哦、不行吗？这个大家会看到什么款式还是什么？没哦，不行哦，了解了解。但是你的吃惊可以给大家看吗？
刺青好，可以啊，可以啊。哎，各位，可以看到了，这是毕书尽的刺青，很帅耶。上面写的是什么 ？Your only limit is you. Your only limit is you. 你所有的限制就是自己了，对对对，是不是？对，极限。你的这个要刺青的这个都有意义的，是是是。什么时候刺青的？这个好像是小巨蛋的，小巨蛋的时候，然后他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一定要刺这样？勇敢去面对所有的挑战，不然你不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是，这是勇敢面对。对对。今天现在在看直播的各位，我们要待会会开放现场电话，同时会透过在看直播留言的朋友，你们在上面呢，就是如果有留言，我们要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给毕书尽的签名海报。好、啊。然后呢，今天看直播的你看到毕书尽，其实你们的穿着都很简单，可是就是有型有款。你看一下你这件衣服，它是超大尺码，是比较大，比较宽大尺码。对对。就你穿起来之后呢，它就变成是一个 style。其实它根本很素，就纯黑的。是是。就这样而已。你可以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它就很大，对，非常大的。然后呢？你的耳环让大家看，这个是看直播的人的 favor， 让大家看一下。对，还有还好啊、哦，这个是时尚打扮，没有喜欢的，喜欢的 对不对？这是平常你会戴的吗？还是为了造型？这次的造型平常都在戴，平常就戴着的。对，那这样洗澡怎么办？啊，洗澡当然拿掉，我所有视频洗澡当然都全部都拿掉，对不对？OK， 所以那每天起来就直接再把它带出去，带着。对，出门的时候。出门的带，在家不带。在家不带。OK， 你带这个是让自己就是有一种就是安全感。安全感，为什么？那是一种。像比如说戒指或手环，都想要手上有点重量感。有一点重量感，对，像你那个，来，你那个手上的那个很重哎、欸，那个是很重啊，那个是白金还是？其实我不太清楚。不太清楚，还是银饰？对，银饰。这个是有一点重量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点戴表，或者就有一点重量感，对不对？对，以前喜欢戴手表，喜欢戴手表，对，现在就用这个方式。我们看直播可以看到，这叫做毕书尽 B style， 对 ，B style，your lifestyle。你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我今天想要请大家，我给大家一个 favor， 我们不要放刚刚的音乐，我想要请你呢。你可以清唱刚刚副歌 的这首歌，因为从副歌你在唱歌，你用的声音的共鸣位置不一样，你唱的力量，每一个字句的力量都不一样，你让那个每一个乐句都充满了情感。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是可能就很平铺直叙的，那个字怎么唱，怎么音是什么就唱出来。可是你用的唱歌的位置跟前面声音很细致，可是你突然刚唱到那个时候，你可以马上的转换出来，就让每一个乐句都很有张力。你可以就是给大家清唱，可以啊，清唱，在清唱的那个，可以吗？哈，你可以唱副歌，就是那个。You never pay back， 伪装天使的菜，世界的心没人陪 ，Yeah yeah yeah yeah。You never pay back， 来自天堂的鬼，完美的被撕裂 ，Yeah yeah yeah yeah。哦，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各位，这就是我说是毕书尽 style 的，是是，你特有的，就是你可以，比如说那个字，有些地方你可以有颗粒。但是有一些地方你可以不要有颗粒，是，但是看你自己，你控制共鸣的位置，你要放在哪里？转换，是不是？为什么你是要经过很长的练习，你才可以每一句唱起来怎么这么多丰富的声线的变化？应该是说，其实我高中当主唱的时候就很喜欢 pop rock，OK， 对，所以就其实那个时候就很学习模仿。
其他我喜欢的歌手嘛，韩国的。你看，你连呼吸，你连呼吸换气都是你的声音表情，是是是，已经是比较习惯性的，像配唱的时候、录音的时候，就是就是一个我感情表达的一个方式了。那这个是你自己先在家里先练好，当然还是说你去你会也会因为现场气氛，你可能练好了，但是我会稍微现场我又感觉又有心做一些调整修正。像比如说，因为我当兵完对的时候就其实像 comeback 开始对就很喜欢，然后很想要练好这个嗓子，这个声音，是。其实你看我当兵回来我录逆时光，对，其实逆时光的时候是很当时写的时候是也是想着家嘛，想着妈妈的那种走过的路的那些画面，那其实也配唱录逆时光的浪的时候是尽量给大家一个怀念的那种声音，想比较干净一点的，对，但是现在唱逆时光唱现场的时候表演的时候有新的情绪，对，就还是 会用到现在有的这个嗓，对，这个声音就觉得也是一种表达我的感情的一个方式。这是不是毕书尽已经不止 2.0 了，毕书尽 3.0 毕书尽 4.0 就是一直在你会一直进化，是你会一直就是哎，我突然就进化到一个状态，所以当以前的歌你现在在唱哎，怎么味道不一样，又新的一种情感，对 对不对所以每一个阶段就是你会一直在尝试使用你的声音，对对。那这个会经过比如说公司大家给你一些想法意见，还是说其实 vocal 是一个歌手自我开发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我觉得因为没有人在更了解你的声音，对不对，可是你开发的时候没有人指导啊，你是因为就是自己领悟力比较强，我听别人他是怎么用到哪一部分你就自己会用，是这样吗？像比如说我在家或者是在公司录一些创作或者是 demo 的时候就对会尝试新的声音，一直在自己就先试试看，是是是用新的声音，对，合不合适不适合这个区里面，对，所以不是天上掉下来，是那种是要经过练习的，要它就是毕书尽。关上门回到了真实人生，写下了这曲歌有满帆空城，是不是不一样，对，这个就你用的情感跟位置又不一样，就是一个人，我很爱这首歌，谢谢。我爱得太深刻，戴耳机他唱和声，从前想你了，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做更好，相信世界总会带走一些什么，我爱太难受，我比从前深你了，谈感情总没有天分，太过认真，同一次才晓得有一些过客是忘不了的。各位你们戴耳机才会知道，有人说耳朵怀孕了，自由的生活着，不好不坏，只不过就是一个人在唱着，我爱得太深刻，我比从前想你了，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相
相信世界总会带走一些什么。哦，爱的太难舍，我比从前爱你了。谈感情总没有天分，太过认真，同一次才晓得有一些过客。有些过客是永远忘不了的。毕书尽唱 Live。才晓得有一些过客，是忘不了的。天哪，大家都怀孕了，怎么这么好听呢？这首歌名就叫做我比从前想你了。我比从前想你了。毕书尽，你的声音真的是一种武器，你可以恭敬武器，你可以恭敬任何就是紧闭的心扉的人，是就是一听我觉得很难不这时候被拉起来，就这谁啊，这什么歌啊，我就是要听。你声音有一种魔力，就是会攻进，就是心已经被封闭的，就算他很悲伤，你攻进去了让他哭了，可是他可以先宣泄自己的这个情感情绪。我尽量是真的很想要这样子，对，我的歌我的歌声就是让大家听到，不管开心不管难过都是可以升到最底之后得到一些什么。你得过金曲奖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得过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得过。各位，你们觉得毕书尽该不该得金曲奖？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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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够，还不够，真的。各位，太多太多厉害的音乐人。不行啊！今天各位大家这样听，坦白说，明年金曲奖，因为今年这张是要报明年的嘛。啊，是。你们觉得明年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会不会有毕书尽？没有，不敢不敢不敢，我真的。不我们大家颁给他好不好？先颁给毕书尽了。我家人们颁给我当然可以啊，我觉得。哦，大家颁给你，就喜欢你的朋友。是是是。不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就是让这张专辑让更多人听到，尤其是喜欢音乐的音乐人，大家都可以听到。因为你知道毕书尽的 vocal 是只有戴起耳机要仔细去听，你才可以仔细的检验到，不然大家以为就是说他就是花美男嘛，他就是韩式欧巴的这个明星的气质而已。可是你戴起耳机，你很专心的去听他唱歌，尤其是刚刚我说清唱，你就那一段，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厉害，在研究他的 vocal， 在有研究，有研究，对不对？所以你看，大家都该得的，必须得的啊，没有得过吗？真的，有些人真的会觉得你应该得过了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才刚出道嘛，今天才刚出道嘛。你们把每一张专辑，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对，有没有把每一张专辑当做我第一次刚出道？是 ，Be Better。对，我觉得你每一次出来上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你还是一个当初我在第一次访问你的毕书尽的那种感觉。各位想要得到他的亲笔签名的海报吗？待会儿你想要 call in 吗？我们待会儿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上面呢，我们会抽出这个幸运的朋友。同时呢，我们要请毕书尽，你也可以点名说谁打电话进来。哦，是，好，好不好？你待会儿看在上面，谁打电话进来，谁想要打电话进来，你们就可以在上面，你可以看。你待会儿我们在进广告的时候，你可以念他的名字，他们就会知道了。谁想要，就是我可以叫我想打，我想打，让你先点他的名字，他们表示说你有注意到，然后待会儿你再说谁打电话进来，好不好？好 ，OK， 休息一下哦。飞碟夜光家族，光宇在专访毕书尽。
你可以念啊，你现在可以念他们的名字。对啊，你可以念他们名字，他们都会听到。现在国民甜心卡莉蕾，有谁希望你打电话进来的吗？你有看到 Sunny 吗？其实我江嘉玲现在这种东西不太敢点名，因为太快了，对吗？大家会真的很容易受伤，会受伤，为什么呢？我就没有点到他，他会说真的，那我来点好了。可以啊，光哥你来点。对啊，我就来点就好了。对啊，哎，可是好像如果点名他，请他打电话进来，然后别人就说我们想要打，对不对？啊，对啊，对啊。他就好，我们要让他们自己努力打电话进来的，对不对？好，哇，陈圆圆啦，然后江嘉玲啊，然后呢刘姿瑜啊，还有呢林化山啊，然后于浩啊，还有林盛荣啊，哇，这么多人大家都想要哎、欸。钟小鱼啊，大家都要张淑静啊，对，还要得奖的，大家都要。OK， 哎、欸，这次 MV 已经拍了几首？全部拍完了。全部拍完了。是。五首歌。五首歌哦 ，OK， Butterfly， 我比从前想你了。借心天使 ，If you catch me fall， 那还有哪一首？您说 MV 的，嗯对，切心有拍，除不尽的伤悲吗？除不尽有，有吗 ？Butterfly， 除不尽啊，切心，对我比从前想你，有吗？哎，我比从前想你了没有？没有，哎。有，应该有啦，应该，他说有，很大声。太大声了啦！然后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对，对对对，对五首歌，一五首歌嘛，对不对 ？OK OK， 很好，所以这些很棒，太棒了。可是应该要整张拍，应该要整张拍。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每一首歌都很精彩。而且很用心做了，你的音乐，对啊，你的音乐很强啊。MV 当然也是我跟那个冰川大哥 ，OK， 合作很久的，嗯嗯，我们大导演一起合作的，对，嗯，好，我们准备喽，好，各位，飞碟夜光家族光宇正在跟大家分享今天才刚刚热腾腾发行的毕书尽最新的专辑。这首歌名叫做什么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今天才刚上 MV， 今天哦。我好爱这首，我也想要现场表演。带着乐团，很想带乐团。对，然后我也弹吉他。你也弹吉他。看直播的朋友。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毕书尽在直播中。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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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save me when I fall, when I fall, just take my hand to the store, just take my hand, little.好听哎，这次你说演唱会，
你的见面会演唱会，一场唱30首歌，对不对？演唱会对不对？演唱会上告诉大家，演唱会什么时候？7月6号、7月13号、7月20号，因为都是在内地。OK， 对啊，在台湾没有啊，台湾没有。哦，台湾是见面会，对，见面会，见面会在啊，6月9号在 ATT， 6月9号在 ATT for fun 啊，好像是，是吗？对，哦，大直的 ATT， 大直的 ATT， 所以是6月9号，对不对？是礼拜天，对不对？6月9号下午2点半，是的，在大直的 ATT。哎，各位，你们的 B 粉们，你们都知道吗？你们老公要到那里去，你们应该是要把人看好啊。他说5支 MV 都拍好了。有人打电话进来了，电话满线了，他们自己刚刚看直播就已经知道。毕淑欣说很难选的，怕人家受伤。我说我选，我选，哎，还是让他们自己打电话。结果他们自己又打电话进来了，我还没说要开始打，他们就打电话进来了。当你们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接住。来吧，02-363-9955，我把毕淑欣交给你们了。毕淑欣准备好了吗？可以，迎接你第一位太太。来。02-363-9955，喂，喂 ，Hello， 嗨，嗨，你好，太太，嗨，嗨，好吗，太太？他叫你太太，你别赶快叫啊，老公。你是第一个叫的耶。Hello，Hello， 来，你叫什么名字？ Hi，我是丽云。丽云，丽云 ，OK， 你要跟毕淑欣说什么？我今天已经去拿预购的专辑。哦，怎么样？是是听了吗？嗯，啊，有听了吗？有听了。是不是今天就一直重复循环？对啊，上班时候就一直播着。OK， 谢谢。刚刚我们在访问毕淑欣的过程当中，你听她唱清唱的那一句，你有没有鸡皮疙瘩都起来？有，觉得就是可以唱进心里的感觉。对，你听清唱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他的 vocal 是这样子唱出来，你才会那么深刻，对不对？对。好，这张专辑你最喜欢的三首歌，你说。我最喜欢那个现就是 If You Catch， 就是这一首吗？对对对 ，When I Fall，对不对？谢谢。好，然后呢？还有呢？嗯，还有那个。那个总有一天，哦，总有一天 ，OK， 嗯，然后还有是那个，等一下，还有那个，就是，那还有那个窃听天使，窃听天使，哦 ，OK， 所以你喜欢的歌，因为我觉得都很平均，因为有两首有主打有播的 MV， 但是总有一天，没有。但是我刚刚建议毕淑欣，你觉不觉得每一首歌都很独特，应该都要拍 MV 的？是啊，我觉得其实每一首歌都是真的蛮有自己的风格跟想法。哎，我不知道丽云，我问你，你赞不赞成？我突然想到一个活动，因为有时候呢，粉丝因为太爱哪一些歌。粉丝如果自己拍 MV 放上去给毕淑欣看，搞不好他会变成大家很流传，然后很特别的 MV， 粉丝自己拍的，是不是蛮酷的、啊？大家创意发想，哎，我超爱这首歌，没有拍出来，我先拍，然后就自己就找了一个大家可以拍这样子 ，OK， 是不是这种感觉也不错啊？对不对？总有一天，还有那个是啊。总有一天，还有什么？那个不后悔，不后悔。维里安帮我写的。OK， 维里安写的，还有悲伤如雨。悲伤如雨，对，你写的，对我写的，好听，谢谢，真的。好，你要跟毕淑欣说什么？就是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2088天。
2088天，今天是我喜欢你的2068天，你算这么清楚啊？你为什么不讲得更直接？今天是我嫁给你的2088天。你为什么会这么认真的记录这个时间？为什么毕书尽这么特别？因为我就永远记得，就是第一天就是听到他的歌，然后开始喜欢他。哦。第一天听到他的歌，开始喜欢到现在，谢谢太好了，忠诚不渝，太棒了，谢谢你，丽云。OK， 希望就是要继续支持，好不好？6月9号你会去吗？会，一定会去。在哪里？在 ATT Recharge。哦 ，ATT Recharge， 这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大直，对不对 ？OK， 好，谢谢你，下午2点钟哦，拜拜，谢谢，拜拜，来023639955，喂 ，Hello， 喂，哎，你好，晚安，喂，你好，你是 ，Hello， 我是咪咪，你是咪咪，对，咪咪你好，嗨，咪咪你在哪里？很远的地方，我在高雄。哦，所以你认得他？我知道，我知道。咪咪耶，哎、yeah. ，你在高雄哎、欸，哎、欸，咪咪，你要跟毕书尽说什么？就是希望你多注意身体。OK。然后新专辑可以大卖。OK， 你最喜欢的三首歌？Be Better， Butterfly， Butterfly， 然后窃心天使、wow, okay. wow. 然后我比从前想你的、okay. 我比从前想你，哇哇，很棒耶。所以你会到台北来吗？6月9号、没办法，应该没办法，但是心里一直支持着，对不对？对，好，要一直你会期待他演唱会会在 巡回再回来台湾吗？当然希望。对啊，现在只有在大陆有三场，对不对？对啊，目前。对啊，那你还会希望还可以巡回再回来？是，当然，一定会有机会，对不对？可以巡回到高雄。哦，行，巡回到高雄。好 ，OK， 好，谢谢你啊，谢谢 ，OK， 拜拜。来，023639955，电话线上是谁？哎呦，这个电话断讯了。喂 ，Hello。啊，喂，你好。你好，你是？你好啊，你好，是你是？哦，我是鱼子。哦，鱼子，哎、鱼子，你住在哪里？在中立。OK， 所以你会到台北来吗？6月9号毕书尽的见面会。会啊，今天专会，今天专辑发行了，我们专辑都已经买好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什么？就是要学会。准备6月9号，对，准备6月9号去签唱会。6月9号签唱会的话，是只要带专辑去吗？还是是要报名？然后好像要报名吗？这样啊，这次的要报名。OK， 对，报名额满了吗 ？I don't know， 不知道。是我，因为你知道吗？哦，我知道有报名额满了吗？有，我有报到了，有抢到，有抢到是不是？有。那你知道是额满了吗？还是还没？已经满了，早就满了，1分钟秒杀。啊，一分钟秒杀，所以现在怎么办呢？那有些人如果要到现场去，还有办法吗？就是好，交给公司，请公司想办法。对，但没有签到的朋友没关系，我会一定会争取机会跟大家。还有别场，对对哦。我来来来来，现场有开放300人排队，报名虽然已经截止了，可是现在开放300名是现场排队的，所以还是可以签名到的，是不是？好，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了，请大家要注意哦。大家告诉大家，300名哦，现场的。嗯、OK， 你最喜欢的三首歌是什么？最喜欢《悲伤如雨》。你看吧，《悲伤如雨》超爱的，好好听，超爱的，真的很好听。还有呢？还有《除不尽的伤悲》。Okay, 除不尽的伤悲，你看这个也还没有，有拍，这支 MV 有拍。还有呢？我比从前想你了。Okay, 太好，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其实歌曲还蛮平均的，对不对？后面的歌都会有。是，好的，谢谢你。你还要跟毕书尽说什么？加油！然后你是我们心中最佳
男歌手。耶、yeah! ，金曲奖最佳男歌手，是不是？对对 对, 对，我也说加油，你是我的老公。好，谢谢你啊。好， okay, 好，谢谢，嗯，拜拜。好，各位休息一下，马上再度回来。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我们看直播呢，在上面留言，我们会从其中抽出五位幸运的朋友，赠送毕书尽的签名海报。那待会儿你们还可以再打02363-9955毕书尽的最新专辑，好听。大家好，我是毕书尽，我的最新单曲《Butterfly》是在讲是广告。我生活中常常会因为选择了什么而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因为这样的过程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情绪。毕竟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如果被这些情感给绑住，那就会像风筝一样，看起来很自由，但却是束缚着。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像蝴蝶一样，能破坏原本的框架，自由的飞向未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最新单曲《Butterfly》。你讲得很好哎、欸，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吗？想法是，想法是，词当然会。就是会让经纪人帮你再修一下，概念是这样，对对对，稍微修了一下。写歌的，写这首歌的感觉是这样。你那时候演唱会，就是我本来很担心你会很紧张，可能会说话会对对巨大的时候，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你很真诚的去讲，那大家就会很感动，就会很感受。你现在表达能力 也很好啊，虽然公司担心你中文不太好，但还好。Always always， 这个不会变。不会变，除非我真的像歌一样，已经很流利，然后觉得没有什么卡的时候，或者是表达能力更让人家清楚。可是你现在写，我看你现在参与写中文词，而且很不错啊，你现在是中文的语感也很好，是，中文有一个。很好的那种，押韵，好押韵的那些歌词的部，对对，我想用词的，用人到的词，其实都在那边学。哦，然后就尽量跟乐器或是乐器一起是聊聊这样子，对，没有错。这也是要经过训练、锻炼，对不对？还可以慢慢用。见面会应该也会唱歌吧？好像会也会嘛，对不对？然后签名是签到就现场300个，再加现场见面会，大家一定挤破头。好，我们来喽。好，Hello， 大家好。他们还在 ，Yeah， but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各位有没有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看我们现在毕书尽的直播？哎，我们最后这一趴的时间，毕书尽跟着高尔宣这段音乐，你居然也开始动起来了。这首歌我认为应该要主打的，毕书尽，你的作品跟大家介绍。悲伤如雨。悲伤如雨。悲伤如雨。对。也是自己的创作。对。然后其实跟佑琪讨论，很多像编曲的部分或是歌词的部分。对。写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想蛮多，过去的一些自己很放不下或者是不敢放下不敢去尝试的那些东西。我就知道这首歌是你心里面很深的一个回忆。我们经历了这场雨，下个不停战斗的戏。And you're still raining, oh rain in my head. 丢掉心里，丢掉风景，丢不掉声音。悲伤如雨，寂寞无语。
这是毕书尽的曲，一个韩式悲伤情歌的标准旋律。这首歌叫《悲伤如雨》。来，我们02-363-9955电话线上是谁呢？哦，来来来，喂，我们最后的时间，你是谁？喂，你好，你好，我是叶幼英。哦，叶幼英你好，是，你要问候毕书尽，快。对，那就是接下来的三场内地的巡回演唱，就祝毕书尽能够顺利成功。哦，那还有，嗯，我会去7月6号上海场。哦，哇，谢谢谢谢，你好有钱哦。没有很久、哦、你是等好久，是毕书尽到哪里你就他到上海你就跟着去这样子。对，一定要，超开心。这张专辑你最喜欢哪三首？悲伤如雨、除不尽的伤悲，还有那个 When I Fall 那一首。哦、oh, When I Fall 就是 If you catch me when I fall。 所以对对，哇，哎，你喜欢的歌款也不一样，对不对？太棒了。对，广，对啊，很广啊。这张专辑你给他打几分？9.9分，哎，10分，0.1分，这就是在对，再听一下，对，再听一下，是好 ，OK， 谢谢你啊 ，OK，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好，6月9号。6月9号，下个礼拜天下午2点，对，下午2点就在大直的 ATT， 请到现场去看这个毕书尽，然后我们有见面会，也有唱歌，也有签名，现场开放300名，现场要排队的，那已经报名额满了，没关系，你们现场还是可以去的，对不对？嗯、这张专辑收到大家，今天呢，我接到非常多朋友不断说，我已经 review 哎、欸，一直 review， 一直 review 哎、欸，一直听，表示这是非常耐听的专辑。好，今天我们12点呢还会重播这段节目，大家要上飞碟夜光教主粉丝团哦，你谢谢，拜拜，谢谢万哥，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哎，我们现在还可以说，现在还可以说话。好，对啊，你跟大家讲这张专辑。谢谢大家今天收听，然后对，在这里感谢我们。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对啊，顺便就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对，而且这个是硬壳的，对对，它是硬壳，它做的不是用那种就是塑胶的盒，这是真的。你看它有个厚度，对，对啊，里面有两张，都有固定的，固定的小两张小卡片，两张小卡，然后你看做的那个，对，设计很，啊，歌词本，嗯哼，对，Peter， 对，这是歌词本，相片。其实我觉得这次拍的照片很有，很棒啊，很有感觉，很有感觉。拍摄地点在，都是在台北的山上山区，对对，对不对？我觉得很有 feel， 很有感觉。像这种，对，你看这样，就其实不一定要看镜头啊，嗯，不一定要看镜头，对，然后就是意境，很有意境，很有意境，像这种。对，很漂亮。就是专辑做很用心，当然每张都是一样，就是、嗯、这一张，因为它又是独立设计，是是，所以它每一次都是新的发想、嗯，对不对？好，现在在电话线上呢，因为有些朋友他们刚刚一直等着，所以你跟他们讲两句，哦、好不好？跟他们讲两句哦，来来来来来，没有他断讯，来，对不起，好，下一位，你看看这个有没有？喂，还有没有？Hello， 有在吗？有声音吗？没有声音。好，下一位，02-363-995，看有没有。Hello， 没有断讯了。但再一位。Hello， 有，这应该有吧？没有声音吗？有有有有。喂喂，你跟他讲，你说我是毕书尽。现在对对，有在直播上。对啊，还在直播。你可以直接跟我讲话。飞华、嗯、，OK， 我是书静。飞华 ，Yeah， 嗯哼，啊啊 ，OK， 没关系，没关系，对，有一点 delay 啦，有点 delay。悄悄话时间，嗯，对啊，跟毕书静一对一，啊，对啊。到底讲了什么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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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节目现在是对，对啊，节目结束，但是直播还在。对，可以啊，现在就在讲话。呀呀，请说。好。OK， 谢谢谢谢谢谢。好，希望这张专辑可以，不管是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们、家人们都能够喜欢这样。那我换下一位。OK， 我们要换下一位。好，谢谢你，谢谢你打来。好，谢谢。啊，下一位。嗨。对对。啊，谢谢谢谢。OK， 谢谢你，谢谢。希望你可以让更多人听到这张专辑。Yeah。OK， 谢谢谢谢你打来，今天真的很感谢你。好啊，好，下一位。喂，第三位咯，我们已经到第三位咯。Hello, hello. 看有没有。哎，看直播吧，应该。对啊，他在看直播。呀呀，喂，你跟我现在通电话了。你谁？啊？哦哦哈喽姐，哇哈喽姐，好久没、Hello. 对，好久没见到你。哦、我刚刚有看到你留言啊。谁呀、啊？要要，你要海报是不是？不行、哦，要我们抽哦，抽我们要我们这边抽哦。节目要抽的。对，我们节目要抽的。不会是我点。哈哈哈。好啊，好啊，谢谢姐。请到现场去签名了，对不对？请大家到现场，好呀，好不好？好啊。OK。感谢感谢。好，谢谢。Okay, 慢慢。好，拜拜。好了，我们谢谢毕书尽。谢谢。你跟大家讲啊，就是六月九号见，然后三场演唱会。那六月九号在台北大直的下午两点 A P P 啊 A T T 对对对 A T T 见面，然后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太伤心，就是这次人数有限，其实名义上是唯一的，但我尽量争取，对，还有后面，对对对，那只要大家反应热烈，就会有后面嘛。当然当然的，对，那但是一定要先支持专辑，是是是，要跟大家，希望大家这张专辑多多支持，然后我七月份七月六号、七月十三号、七月二十号都在。内地对有个人演唱会，六号在上海，十三号在成都，二十号在广州，对，也希望大家台湾的有钱的话就可以去支持一下，如果时间能力就可以了，就 OK， 是，对，大家就支持，对，希望大家能够也希望，当然希望能够支持，但没办法，就我们在台湾也会准备演唱会，对，所以就台湾也会不要太难过，对啊。好，谢谢毕书尽，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OK， 谢谢，好的，谢谢。